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唧唧歪歪神的崩坏三解说视频，这应该是第五期了吧。这一期呢，我们很荣幸的还是搞到了一批测试服的账号啊，首先感谢群里面的害怕大佬啊。这一次 1.5 的更新呢，我看看这里太有写了更新什么没有啊，可以看一下这一次 1.5 的版本更新的女武神啊，最关键的一个女武神啊，大姨妈德丽莎阿波卡利斯 A 级女武神，女武神誓约 S 级女武神和处刑装资源，一个是异能，一个是机械的，然后出了一个新的外传，德丽莎的外传。其实群里面大家都在说有为什么要做外传啊，多出一点正片对吧，第五篇也不知道第五篇什么时候更新。然后第三呢，就是装备更新的天火圣裁，还没看到，创造者火炮有，犹大的誓约，巴鲁蒙格，这些武器都是有，这些已经除了这个天火圣裁都是已经以装备的形式发送给我们了，然后等一下可以给大家一个一个的看啊。爱将的关爱忽略，舌尖上的音色轮回，可以在美食机上制作料理，就外传音色轮回用的。其他六连机优化啊，大家自己看一下就行了啊，请暂停观看吧，如果要看的话。啊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姨妈啊。哎呀，见状好烦。干嘛？长得高了不起啊？看来大姨妈的模型还没制作好啊，还不会张口说话。不可以打扰我工作哟。巴林的声音。喂喂喂，这是对学院长该有的态度吗？德丽莎这个胸口的这玩意儿不是千年积木吧，我操。喂喂喂，这是对学院长该有的态度吗？啊，刚刚来到摸着胸了啊，不要再摸了，不然就被踢了。舰长没事做的话，不如把圣弗雷亚全部打扫一遍吧。我才不打扫。难道是想被德丽莎踹飞吗，舰长？你踹我一个试试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装备图鉴更新的武器啊，就这一次装备更新它有一个改动，就是对于板鸭来说，板鸭的武器基本上都大幅度强化了啊。这个爱将堂德丽莎专属武器，德丽莎的十字架，看一下就行，可能又是一个跟爱将炮差不多的德性。这一次的 BGM 呢，也是就我同 ID 的网易云音乐唧唧歪歪神账号高达里面的高达开始的 BGM。 然后我看一下啊，直接看五星的吧，下面的没啥看的啊。5TH 多了一个，就是那个连击15角色造成的物理伤害提高20%啊，配合战车的机械员一套，打的伤害简直爆炸啊。 5TH 加强了，不知道 7TH 啥时候加强啊。独眼巨人这个好像有没有加强哦，场上巨人这个以前好像场上怪物不多于两个全伤害提升20%，好像没有。白手，白手是不是又改了，也改了啊？这个随机以前好像没有的吧，麻痹眩晕冻结这些。板鸭的大翻身呢啊，重装小兔也有改了，但是改的是啥呢我也不清楚，因为我没有重装小兔，以前也没有关注过，大家自己对比一下自己现在正式服的重装小兔就知道了啊。核心巨能炮啊，这个对麻痹状态好像以前没有吧。尤米尔之外，每米提高4%，最多计算8次。伏羲之怒好像没有改，
这个蚩尤没改，接近不看，没有抽到，不知道改没改。这个不看，垃圾。这个东西真是贼强，宿舍炮哦，宿舍炮、哦、我以为是普通炮弹呢。这个的话应该给谁用呢？给战车吗？啊，不知道，到时候实战的时候再看一下吧。这是这次更新了一把大刀，就这一把巴鲁蒙哥，感觉是跟是给那个